这是后排，应该是。 够力，几多蜘蛛网？我去开车门哦，这个东西掉下来，里面很多虫。You！Oh my god！ 哇，那个蜘蛛网。我很怕有什么嘎吱啊，什么东西突然间跑出来。 它下面有 velcro， 就刹车线。哦，刹不到车，不过不用紧。这个东西只要一打开了，它就会喷喷雾出来，然后 sanitize 整辆车。 给它塞在里面，到它喷完大概10到15分钟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开车。它最大空调最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这样子。等它喷完了就可以了。 Huh?